the craziest match of Ma Lin in the final. This match, 应该说他的发挥就是还是比较好的，不像以往有时候好球。以前呢，他在决赛当中，他经常就是打得很好，然后再来。好的，局数是2-1，如果马林能拿下这局，中国队将取得冠军。 好的，这个球其实发就发的不成，但发的长了。但是呢，马林这个第二个判断很好，来短，推直线。 好球！好的。哎呀，这个球捡了一个。